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55面，倒数第四行，从当中看起。从右月这个地方看起，右月若深山峡谷中，若深觉见中，若空大摄中，若语声大声，从声有声，名为响。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空谷的回音啊，深山峡谷当中会出现这个现象啊，深涧里头也有，空大的房子里面也有回音啊，雨声有回音，打击的声音有回音，所以从声有声，这叫响，响就是回音。无知人未为有人于身啊，这是无知的人，他以为有人在那个里面呢，说话的声音或者是大呼的声音啊。智者心念，是身无人处，但以身处故我，名为想。有智慧的人知道这是回音啊，回音没有人在做啊，只是音声的啊，他遇到阻碍他弹回来的啊，所以叫回音，这个叫响。响是空，能旷而亘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但是，如果你不无知呢，他就你的耳根被他欺骗了啊！你听到这回响，以为真有声音，乃至菩萨之诸法如响啊！在佛法里面，菩萨声闻缘觉都有智慧，知道这个响是啊，不是事实啊，没有人在那里操作，不是事实啊。菩萨从这个地方就能体会到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就像空谷回音一样。像梦幻泡影一样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这个要真的智慧才能够体会到啊，才能明了。空谷回音欺骗一些愚痴的人，那我们现在世间这许多许许多多的现象，也欺骗了六道里面愚痴的众生啊，他不知道形形色色了，跟梦幻泡影没有两样啊！啊，这个事情只有菩萨知道啊，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他得自在了。他与一切法不计较，不执着，不取不舍，取舍都错了，不取不舍，这就是诸法实相。慧疏曰：
如梦者呀，如梦所见，虽有种种事，毕竟不可得。诸法亦如是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如梦啊。啊，如幻呢？说如幻所现，虽事实化现的，其体本空寂。诸法亦复如是。如想者呢，如空故想，虽因身即法，自性无所有啊。诸法亦如是。这总而言之，就是梦幻泡影。哎，还加上想，这个回音，都是形容一切法了，不是真的。相有体无，事有理无啊，所以这一些幻想可以受用。为什么呢？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，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啊，违背了实相，在这境界里面不能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你就迷了。啊，分别你就错了，执着你就造孽了。啊，诸佛菩萨应一切众生之感现身说法在世间，虽然跟世间一般众生和光同尘生活在一起，实际上呢，他跟众生不一样。众生有情执，他没有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知道这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自在了。啊，所以他有受用，他没有烦恼。啊，他现身说法，他不造业。啊，为什么不造业？他确实契入这个境界，就是无现而现，现而无现。这现身说法呢？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他入这个境界啊，只有上上根人接触到了，看到了，听到了啊，他几乎达到菩萨同样的境界，无见而见，见而无见，无闻而闻，闻而无闻，他就真得了啊，真放下了，彻底放下了啊，就这上上根人啊，上中下人呢，悟入境界，前生个个不同啊，只要有悟处多好。下举圣愿，即彼得土啊，即是受记。这些菩萨们
一定得如弥陀一样的清净佛土。啊，净银树为此一计，举彼志愿，即彼得土，觉了一切如梦幻等，是具志也。满足诸愿呢，是具愿也。成如是刹了，是即得土也。这是净严疏里头的话。下面是念老为我们解释。啊，我们看底下，疏意为前面所说的大意，了知一切，犹如梦幻是智慧。这不是知识啊，知识认为一切都是真的，不知道是假的。啊，知识里面起心动念呢，还是有取，还是有执有着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知识的人，这不是智慧，这是我们现在一般人。他对于宇宙之间万事万法，他想控制，他想占有。啊，他是强烈的欲望。现在讲增名逐利，啊，他跟外面人事法是对立的，啊，接近一切念头啊，他去争取，人人都争取。斗争的现象就出现了，啊，冲突就发生了。所以菩萨在一起永远不会发生冲突，为什么？他知道全是假的，梦幻泡影啊，了不可得了。所以菩萨的心是定的，定生慧。凡夫的心是动的，啊，怎么竞争，怎么样取得，啊，他心是动的，动生烦恼啊，啊，里面所生的是贪嗔痴慢，是自私自利。那就是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“阎浮提众生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，无不是业。”啊，你造的罪业，必然感得的果报。果报真是自作自受，果报也是梦幻泡影，造业也是梦幻泡影。这个事情只有佛菩萨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啊，所以在一切境界里头通放下了，这不起心不动念啊，起心动念都没有，哪来的分别执着啊？这一放下，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放下了。六道十法界放下了，他还在六道十法界当中，他爱不爱死呢？不爱死啊，他在这个里面干什么呢？只有一桩事情，
帮助众生觉悟啊，众生在迷呀，他不知道啊，这叫菩萨事业啊，菩萨的事业就是觉悟众生，就这么一桩事情。啊，因为众生在这里面造业受报，叫冤枉啊，就像个人做噩梦一样，梦中苦痛苦得不得了，那不冤枉吗？醒过来了，没有了。啊，这是佛陀教育，不可以不知道。啊，佛教是什么？学佛的人先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佛教就是把我们从梦中唤醒而已啊，我们在做噩梦啊。啊，六道是做噩梦，四圣法界是做美梦，无论是噩梦是美梦，全是假的，你什么也没得到。啊，必须得清醒过来。清醒过来就是法身菩萨，就是佛。啊，能不能清醒？当然能清醒。这个清醒是你自己要觉悟，因为迷是你自己迷的，悟还是你自己悟。啊，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对我们来说就做正上缘而已。啊，四种缘呐、啊，清净缘，啊，所缘缘、无间缘、正上缘，前面三个缘都是要自己的。佛菩萨给我们做正上缘，啊，现身说法，把事实真相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啊，自己也做出放下的样子给我们看，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。听到的，接触到了，觉悟了，怎么回事情啊？啊，智慧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是你自己得到的，与诸佛菩萨毫不相干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三宝，佛宝第一，佛宝最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种教学是佛创办的。啊，佛陀教育释迦牟尼佛是创办人。啊，佛不在世了，佛灭度了。法最大啊！我们对三宝的恭敬，特别着重的法宝啊。佛不在世了，我们供泥塑木雕佛像，那是纪念他啊。那佛像这个东西，他不能保佑你，你可不要迷信。所以佛菩萨，泥菩萨过活，自身难保，你怎么能依靠他？那末法时期，我们皈依怎么办呢？皈依谁呢？皈依法，这个要懂啊。那法是什么？法是佛当年在世所说的这些经教啊，他的学生、他的弟子们把它整理，用文字记录下来，流传到后世。我们今天看到的经典，这叫法。啊，所有一切啊，理论、方法、修持、境界，你所证得的果位，通通在经典里面。
啊，你要不认真学修学经典，这不是学佛。啊，学佛要从经典下手。经典只要一切入，你一定会欲罢不能。我一天不吃饭可以，不睡觉可以，不读经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读经就生烦恼啊？读经快乐啊。啊，这真正是宝，你尝到味道了，叫乏味。啊，你现在在听经，读经读不下去，听经也听不下去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味道没尝到，就好像吃东西一样，囫囵吞枣，吞下什么味道不知道。啊，如果尝到它的味道啊，也就欲罢不能。所以佛法有很大的摄受力。啊，读了什么还想读？一遍读完了，想读第二遍。啊，世间的文学，再好的文学，啊，让你能念十遍就不错了。十遍以后就不想念了，味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古圣先贤的典籍，味道浓。啊，像中国这个四书五经，啊，你可以念上一千遍，都还有味道。一千遍以后又不想读了。可是佛经啊，一万遍也读，也止不住啊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遍遍有新意思出来。啊，这个是世间学说里头没有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他字字句句、意思义理呀，深广没有边际。世间典籍有边际，有范围。你达到最高峰，你没办法再向上提升了。唯独佛法，摄受力量是永远没有止境，这真的了。啊，十年一部经，你想他念了多少遍？啊，算是一天念一遍吧。我相信一天决定不止念一遍，开头是念一遍，味道尝到之后啊，就不止一遍了。你可能一天读十遍了，啊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一天读十遍不难了。读熟了之后，读一遍大概40分钟。遍遍味道不一样，天天味道不一样，月月味道不一样，越念越有智慧，越念心越清净，越念越欢喜，你得受用了。然后你就晓得经上讲的真实利益啊，这个在世间法里头决定找不到。啊，我念这个经书念了60年了。我告诉诸位的话是非常坚定，就是我通过这个学习啊，每天什么事情不干都可以，不能不读经。我不读经没有什么依归，就跟读平常书一样。啊，这是早年老师告诉我的。
佛法，真正的佛法，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形式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重实质。啊，实质就是帮助你开智慧，帮助你断烦恼，断烦恼开智慧，这个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是学佛的慧修。啊，佛灭后，佛在世皈依什么？皈依佛。啊，佛化身三宝，佛不在的时候，三宝当中是皈依法。啊，法给我们真实利益。啊，佛是我们报恩的对象，我们供养佛像，啊，或者供养佛菩萨一个牌位，是最简单的。啊，那是报恩的意思，那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的意思。啊，真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接受佛陀的教诲，佛陀的教诲全在经典。啊，佛经真的要切入了，世间的哲学、科学，任何一种学术，你不必要学。你一听就明白了，啊，一接触就知道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佛经这个境界高过他，啊，他们的研究报告是一看一听马上就明白，啊，也知道他们的研究水平到什么阶段了。佛法包含世出世间一切法了，是一切法不离佛法了。华严经上说：“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圆融自在。”啊，了知一切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一切的无非是个假象而已。啊，就像梦幻泡影，你看破了，这是智慧。啊，满足住妙愿是大愿，梦幻泡影，那佛的这些戒律，这些威仪还要不要修呢？要。为什么要呢？戒引众生啊。诱导众生。对佛法生起信心，激发他们修学的愿望，是为这个，不是为别的。啊，所以要做给众生看呢。像阿弥陀佛啊，他发的四十八愿，那做给我们看的，我们觉得是不错，是好啊。啊，他发了，我得跟他发。啊，他怎么发的？我们好模仿啊。啊，每一尊菩萨都发愿，
每一尊佛在因地上也都发愿，都是勉励我们，激发我们，让我们有学习的榜样，这就是还原观上四德的第二德了。威仪有则，一举一动，依照佛经上讲的这些规矩去做，把佛经上这些戒律、教诲通通做出来，是普度众生。你要没有做出来，众生不相信。只摄不行没用啊，不能摄受人心，不但不能摄受，起反作用。人家说你是假的，你来骗人。不但不是救众生呢，反而把众生送到地狱去了。为什么？他毁谤三宝了。他毁谤三宝，你就有罪啊。所以四德是四大的行门的最高指导原则。第一个是随缘妙用。你看，知道一切法如幻如梦，这就随缘了。妙用是不执着，知道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就像舞台表演一样，做得很逼真，知道这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可是要演得很逼真的，也给观众看的。不是给自己看的，与自己不相干呐。演给观众看的，那我们的观众是什么？是十法界跟六道众生，他们是观众啊。那么学佛，一定要把十善业道表演出来，六合敬表演出来。入了佛门呢，要把三皈依表演出来。把五戒表演出来。最起码的条件。这些做到了，要向上提升大乘。大乘是要把六波罗蜜表演出来。最好也能把普贤菩萨十愿表演出来，那你要求往生，你的品位就高了。这个经上所讲的，你是上辈往生呐。能把普贤十愿做出来，上辈。能将六度六合做出来，终辈往生。十善业道、三皈五戒做出来，这是下辈往生。生凡圣同居土，中辈生方便有余土，上辈是十宝庄严土。事在人为呀，能不能做到？真正肯放下的人做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放不下嘛，原因就在此地。果然能放下，哪有做不到的道理？这一点同学们要记住，真可以做得到，而且不难。难就难在自己迷惑颠倒，以为身是真的，以为自己享受这是真的，
殊不知全是假的。享受是什么？造业。美其名为享受啊，实际上是造业。啊，好吃口业。没有一样不是业，你想想看。啊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表演舍得那么干净？他为什么那么做法？他为谁做的？为我们做的。啊，当年跟释迦牟尼佛学习的学生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啊，出家跟佛一样，都是三衣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跟佛完全一样。啊，在家同修，你只要在佛教僧团里面修行，啊，它是短期的，不是长期的。你住一个月，你的生活就跟释迦佛一个月完全相同；住两个月，两个月相同。啊，没有学不知道，学了之后才晓得，学了的舒服啊，学了的自在啊，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佛菩萨生活的美满快乐啊。这些人有智慧，他不是傻瓜，不是说有福不知道享，那种轻浮不是一般人能够懂得的啊，一般人体会不到轻浮啊，清凉自在啊，智慧充满了啊。同学们发心值得赞叹，像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鼓励他们呢，赞叹他们呢，啊，帮助他们提升呢，啊，可是一定要正法啊。我听说这边有同学求受皈依，好事情。啊，皈依形式上的传授，那可不重要。啊，有个很简单的仪式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用这个简单的仪式，一个人也行，多人也行。啊，最重要的是要把三皈说清楚、说明白。什么是皈？什么是依？皈依是什么意思？啊，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。你是不是真的回头了？从迷惑颠倒回头，依靠自信觉，这就是皈依佛；依靠自信正，这就是皈依法。佛不在世，法是核心。啊，离开法，佛就没有了，哪里去找佛啊？佛在经典里面，古来祖师大德为我们说的，经典所在之处
就是如来所在之处，这个对的。没有说佛像、佛菩萨形象所在之处就是佛菩萨所在，没说这个话。啊，只有说经典所在之处，就是诸佛菩萨所在之处。啊，那是佛菩萨的教诲啊，要以这个为主为中心。啊，出家人是我们的老师。啊，他们一切都放下了，专心来学习经典。我们在经典上有问题，可以向他请教。啊，佛法要靠出家人乘船啊！啊，没有人乘船，佛法就会消灭了。啊，在家居士有这个缘分的，也应当要发心乘船。啊，净宗的乘船，在近代，在家人的贡献超过出家人。啊，你看《无量寿经》的汇集本，都是在家人、在家居士做的，不是出家人。啊，对《无量寿经》下的功夫，中国些祖师大德比不上日本人。啊，日本人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这古时候就注解20多种啊，很丰富啊。中国2000年沉船只有2本呐、啊，2种啊，跟日本比差远了。这什么原因？啊，我想可能是受善导大师的影响。啊，唐朝初期的时候，日本出家人在中国留学的非常多。啊，他们最尊敬的是两个老师，一个是善导老师，一个是智者大师。啊，智者大师是法华宗的天台，所以日本天台宗很深。啊，日本的净土宗是很深。啊，衰是近代在衰的。古时候日本的净宗的时候超过中国。啊，所以日本古时候这些大德的注解，应当把它从藏经里面找出来，印成专辑。啊，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，啊，著书专辑，啊，那么中国现在无量寿经注解，加上黄念祖这个3种，啊，在中国，主要的是译本太多，啊，在古时候印刷术不发达，数量很少，流通的数量少，想把各种不同的这个译本找到，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宋朝王龙书5种原译本，他只看到4种。你说以他的身份，啊，以他的地位，以他的学识，唐朝的翻译本，他没有看到。啊，唐朝是在大宝鸡
这一会里面，第五会就是无量寿会，这个本子他没看到。所以第一次的会期只有四种本子，第二次这在咸丰年间，魏墨生居士在做第二次的会期，这个会期是五种原译本都看到了，夏老居士最初就是用魏源的本子，魏源里面有一些遗漏的地方，他把它做了补充，校对补充，到最后不满意，重新回去，就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。他做这桩事情用了10年时间。可以说这个本子是最完备的一个本子。是净土里面的第一经呢。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，这部经讲的最详细。你真正去读，你对极乐世界不能不会不生信心。你不可能不想去，会帮助你升起一个强烈求生净土的心愿，那这就成功了。这些传法的助经的人呢，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说不但发起妙愿，且能修习摄取满足诸愿，足证所愿真切。这愿不是假的，我有发愿之后的真修啊，就像阿弥陀佛一样，人家发了48愿，用了5届时间去修行，就是发了愿真干，发了愿不能说不算数，那就错了。那就有罪了。这个摄取呢是求学。广学多闻。像这一部注解就是广学多闻。黄念老引用了古今中外无量寿经的注解注疏，加上佛一生在经论里面所引用所讲到的极乐世界，总共190多个本子，只广学多闻呢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太难得了，我们今天学习不能不感恩他。他这个事情是在晚年，在文化大革命之后，原先有一些资料，文化大革命全部都毁掉了。法行写这个注解，他手头上能有这么多参考资料，我去到他家去拜访，看到都很惊讶了。这些本子从哪里找来的呀？真发心呢，有佛菩萨照顾我，太不容易了，能收集这么多的本子，收集他真看。侦查收集资料，变成这部注解，确
实不可思议。所以以此二者为因，故得受记曰：彼诚如是刹。弥陀成就了。说给这些来参访的菩萨们听呢，这是用现在的话说，阿弥陀佛把他自己修成极乐世界那种心愿修行方法、经验、成就，跟大家在一起分享，勉励这些菩萨们，个个都发心造极乐世界。是，彼诚如是刹了。刹土成就，你看智与愿之果也。智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，本来具足的智慧，但是要愿，愿是阿弥陀佛。从大悲心里面流露出来的，有悲有智所成就的果报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又会素云：虽尽尘劫，犹如一念。尘劫是讲时间之长阿弥陀佛修行还没有这么长的时间，无期纵然是尘劫，也犹如一念为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之后，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就是距离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先后没有了，无量界等于一念，一念可以等于无量界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。虽在生死，又如圆观圆是花园生死是六道轮回虽然在六道轮回，在这里表演，学生受身，菩萨在这里教化众生舞台表演确确实实，六道轮回就像舞台表演一样，圆观就代表表演，游乐随是成的意思，达到的意思满足妙运。建立妙土这是阿弥陀佛把他怎么样建立极乐世界，怎么样帮助那些六道里头受苦受难的众生，帮助他们觉悟，帮助他们成佛这做出报告来了盖为从智满愿，
从愿呢见土，啊，以智慧故，生死如愿观，没有生死啊，生死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啊，多劫如一念，于此了达成就，故妙愿喜圆满。两书所说的小义，而净言之说叫轻。啊，这个净言是中国无量寿经注解的第一种。隋朝慧远大师做的。啊，这位大师的名字跟庐山初祖慧远两个字完全相同，那所以后人呢用个区别称他为小慧远，他是隋朝的啊，唐朝之前隋朝的啊，那我们那个老慧远是初祖啊，他是晋朝的啊，他是东晋时代的啊，那个早啊。他有无量寿经的译疏啊，注解的叫无量寿经译疏，这个本子在中国很流行啊，加强疏没有他这个流通的广啊，他写得好啊，那么流通到日本几乎全是经验疏啊，日本许许多多20多种的时候，可能都是用他的本子。啊，每个人家讲法看法不一样，都值得做参考。啊，那么这些典籍大概都在《万字序藏》里头。啊，《万字序藏》收得很齐全。盖了诸法空，你看任愿取净土，还见极乐世界，这空有不二啊，不落二边呐、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不能学阿罗汉的，阿罗汉知道诸法皆空，他就入般涅盘了，入空的里面去了啊，有的事情他再不干了啊，这就是偏真了，所以阿罗汉的涅盘叫偏真涅盘啊，他做的也没错，就只有自利，不能利他了，啊，不再帮助别人，叫自了汉了，啊，菩萨不然，知道诸法空啊，还要见净土，还要帮助众生，啊，虽然见净土帮助众生，他丝毫不染着，就空有。两边都不住，这叫中道，妙其中道啊，这是净宗本旨啊。啊，阿弥陀佛要是啊像阿罗汉那样，他就不搞极乐世界了，那他也用不着发48愿了。啊，发愿真修又不执着，这个叫高明。啊，发愿真修搞执着，那就变成凡夫了，那就人间做善事啊，妙是妙在他不执着啊，做而无作，无作而作啊，你说他无作，他真作，
你说他真足，他心里都痕迹的不住。啊，心里面没这回事情，事情做的才圆满。啊，这叫菩萨。如《维摩经》云：“虽知诸佛故，戒于众生空，而常修净土，教化于群生。”这是《维摩经》上说的。此戒圆中离思无碍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下面两首偈同词宣之，啊，宣是玄妙啊！啊，真正不但是体会呀，而且实现了，一切法无所有，相由心生。啊，由心生而不着相，性相无碍呀！啊，才能真正达到自利利他。啊，自利是自己圆满正得自信，不受任何干扰。啊，同时又能帮助一切众生回归自性，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圆满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：知土如影像，恒发弘誓心，究竟菩萨道，居住功德本，修甚菩提恨，受记当作福。啊，这六句经文，图是指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也是影像。梦幻泡影啊，为什么自信里头没有任何现象？啊，极乐世界四土，常寂光土没有影响，那是真的。十宝庄严土有影响，方便土、同居土更不必说了。啊，妨不妨碍阿弥陀佛呢？一点妨碍都没有。啊，阿弥陀佛。建立极乐世界，啊，实际上就是前面这三种净土啊：十宝土、方便土、同居土，完全是为接引众生。啊，每一天讲经说法，他有没有辛苦呢？在我们凡夫说。佛很辛苦啊，一天到晚都没有休息 啊，其实我们全想做了，他怎么样？他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啊，虽然现身教学、讲经说法，看到好像忙得不亦乐乎，其实他什么事都没有，啊，空空如也。他没有着相啊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
啊，所以说无作而作，作而无作。他那个作跟不作是一，不是二。我们凡夫不行，做了就是做了，不做就是不做。哎，他能够说做跟不做是一，哎，这个妙，这我们无法想象啊，这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无论现什么方法的时候，永远不会疲劳。为什么？他那没做，真的没做。啊，教学一天讲到完，一句话没说，他累什么？为什么一句话没说？他没起心，没动念，怎么说法？起心动念才说法了，没起心动念怎么说法？所以，佛的现身，啊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现身、说法、啊表演、啊表演是持戒修行的表演，通通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所以这种事情我们要思考很久啊，渐渐的体会到了。啊，用佛在经上有个比喻，舍利弗，弟子当中智慧第一了，很多人都赞叹。啊，舍利弗讲经讲得好啊，常常代佛说法了。啊，有人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，舍利弗智慧呀，那么大，他从哪里来的？佛取这个经舍里面呢，有钟鼓啊，举着那个鼓告诉大家，啊，这鼓你们见过见过？鼓肚子里头有没有东西啊？你们知不知道？知道空空的。舍利弗的肚子里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大扣则大明，小扣则小明，不扣则不明。那个明就是说法。法怎么说出来的？法是众生有感，感就是扣。佛菩萨是应。他没起心动念，不是说你大瞧一下，哎，我要想，啊，想声音重一点，不是啊，没想的。啊，所以是自性自然的回应，叫感应。现身是这种感应，说法也是感应，所以他没有疲劳。啊，我们今天不是的，人家问我的，想一想我怎么答复他，这个就很累了。这是你真有数啊。佛菩萨说，释迦牟尼佛49年说这么多经，真的一句话没说，一个字也没说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全是自性的反应，是我们众生的感。啊，当时这些众生起心动念，那是感，佛是自然而应的。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佛现无量身，说无量无边法，都是清净不动。跟慧能大师所说的五句话圆满相应，啊，自性清净，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能生万法是应，啊，前面四句是能感，啊，能应，啊，感是众生，众生有感，
是能应，能生万法是所应。啊，能生万法就是能现身，能说法。啊，是自心里头本具的智慧的能啊。啊，佛经里所讲的是德相，就是德能跟相好。啊，自心有这个东西，所以他能应。啊，众生也有，但是迷了之后。也是这个东西起作用，能感啊，在诸佛菩萨大彻大悟之后就能应啊，能感的是众生，他很辛苦，他有劳碌。可是能应的诸佛如来，他不劳苦啊，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啊，这是感应道教的原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经上描绘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啊，这才能体会到阿弥陀佛多么慈悲。啊，阿弥陀佛那个爱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没有任何条件的。啊，所谓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无缘是无条件的。啊，知土如形象，恒发弘誓愿。啊，土是依报故土，晓得这个东西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但是还是要发愿。啊，这个弘誓愿就是向弥陀所发的48愿，48愿是完满的，是圆满的誓愿。帮助六道众生在一生证得无上菩提啊，究竟菩萨道，居住功德本啊，菩萨道到究竟圆满，那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个居住功德是讲的修德，信修不二啊。修德跟自信的功德融成一体了，啊，修身菩提恨，身是殊胜，无比殊胜的菩提，啊，受记当作佛。这是为这些来的菩萨们满他们的愿的，他们到这个地方来想求的一个就是成就净土，第二个就是自己成佛啊。那么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励，我们看了心就动了，哎，我们也想啊啊，也想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是极乐世界，我们自己也像阿弥陀佛一样成就啊！啊，没有他，我们想不起来。他这一表演，让我们想起来了。
啊，这个东西现在就得干，从哪里干起呢？啊，冈山金钟学院就可以干起。只要有一两个人真干，阿弥陀佛，十方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加持的，肯定能做得成功啊！你发心，佛菩萨就感应了，啊，佛菩萨就来帮助你啊！你把冈山变成极乐世界。啊，不但救了日本，救了全世界。啊，那怎么干法呢？首先要放下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这像个菩萨吗？你要不放下，就没有感应呢。这些东西把感应障碍掉了，这东西去掉之后，你跟阿弥陀佛感应就畅通无阻。呀，有这些东西在的时候，它就不通了。你这里求的呢，没有印呢，啊，没有印，不是它不印的，你自己本身有障碍呀。啊，所以干什么都从自己做起。啊，你要知道，当年释迦牟尼佛传教，还不就得一个人干起来的吗？啊，一个人真的开悟。真的放下了，放下就开悟了。啊，到鹿野园找了五个同伴，这五个同伴都是他的家亲眷属。啊，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离开家庭的时候，他的父亲父王，啊，派这五个人跟着他照顾他。啊，也会跟他一起修行，这五比丘啊，啊，自己成就了，到乐园园去度五比丘，这佛法就这么兴旺起来的。我相信，如果有人真干，在冈山找五个志同道合的人，哎，真能干起来。啊，怎么做起呢？从弟子规做起。弟子规这样一落实，为什么人缘就好了？首先结人缘呢。啊，把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三页落实，根就扎稳了。啊，然后专弘净土，专修净土。十年之后，冈山地区就是小极乐世界。啊，不要找别的，完全找这部经，把这部经在冈山这个小地区做出来。啊，这不就是极乐世界出现了吗？啊，这个功德还得了啊！啊，只要大家心一发。日本灾难就化解了，啊，还不要你去修，真心只要一发，感应不可思议，灾难就化解。啊，就是要真干呐，不真干不行呐。啊，假的没有感应，真的有感应。啊，我们自己。还非常浅薄，啊，烦恼习气很重，不怕，只要一发，佛力一加持，你的烦恼就消掉了，你的智慧就现前了，啊，舍己为人呐、啊，才行啊，啊，有一点点名利心就完了，就破坏了。啊，这醍醐里头不能有毒药啊！啊，醍醐是最好的饮料。
这一杯饮料里面有一滴毒药放下去了，整个都变成毒药。这就是你发的心要纯净纯善，决定不能有丝毫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就是毒药。名利心呢，就是更重的毒药，那就要命了。念念是利益众生呐，不是为自己，像这诸佛佛，像阿弥陀佛一样啊。阿弥陀佛没有一念为自己，念念为众生呐。底下的注解如影像啊，国土如影像，如物质影像，虽从实体生呢，而无实性啊。这影像是我们人站在太阳底下有个影子，影子从哪里生呢？从我身生，但是影子是假的，影子没有实体啊，这就比喻说，阿弥陀佛的，前面说过了，智慧、宏愿是实体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弥陀的智慧跟愿力成就的，所以极乐世界就如影像一样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的信心就能建立。我们像在冈山做这个事情，阿弥陀佛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怎么会不支持你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你何必去求人呢？什么都别求，念佛都不求，你只好好的干，肯定加持你。只要一丝毫的私心都没有，就在这个地方做。佛正法要常久住于世间，一定要有个好的榜样。今天大家为什么不相信佛教？没有一个真正道场啊！这个地方可以做啊。这个地方的人民淳朴啊，没有很大的欲望啊，都很老实啊，安居乐业啊，他们的心地很善良，很淳朴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做的时候容易。你说在都市里头做不到，为什么？人人都是争利，这个地方大家不争那就好做。如果这个地方人人都是竞争，那就办不到了。阿弥陀佛来也做不到。这个地方的人老实守本分。就好做没有竞争的念头过去我来过两次那时候赵居士在，他告诉我这边情形，他在这住了很久了，在这边做生意，开了个小店，他告诉我他们出去旅行一两个星期出去旅行，小店门关起来没有上锁，一推就进去了。那真的郁香啊，夜不闭户啊，外不厨不闭户路不拾遗，有这样好的民风当时我听到我都愣住了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
啊，所以我们听到了很欢喜。啊，那告诉我，这个小镇，啊，这个地方这个小镇，啊，400年没有灾难，日本灾难很多，这个地区没灾难。什么？这个地方的人好啊！啊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了、啊。你这个地方的居民人心善良、淳朴，所以他不会有灾难。啊，这个地方人如果发大心，要模仿极乐世界，你跟阿弥陀佛的心就连起来了，愿也连起来了。啊，前首相鸠山先生这次请我来讲经，啊，目的也是希望能帮助日本化解灾难。你们把这个经听懂了，啊，不必去完全听啊，听一次两次听懂了都不得了啊！啊，真干真发愿，日本灾难真能化解。啊，我有信心啊！啊，你们得真干！啊，认真发心学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讲到今天已经是好像明天就讲到444次，3个4，那就是。888个小时，啊，那么光碟，全套的光碟都留在这里，我们会寄到这边来，啊，大家每天听，每天学习，认真念佛，啊，经典里面教我们怎么做的，我们认真老老实实做出来，啊，特别重要的。是把3个根先做出来，扎好，从自己做，一个两个人做，就会影响这个地区，这地区很容易影响。基础好啊，啊，要学阿弥陀佛，念念为苦难众生，不为自己。今天世界之乱，乱在什么？乱在自私自利。啊，说得好听，干的跟说的完全相违背，所以才有这个灾难。如果我们言行一如，就不可能有灾难发生。啊，我们这个经到这边来讲没有白讲，啊，那么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，我们利用卫星，利用网络，啊，每一堂课全世界都能收到，啊，这几天有美国同学打电话给我，他们听到了很清楚，啊，中国大陆也收到了，新加坡也收到了，啊，都看到了，啊，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个同修啊，很多很多啊，啊，全世界各地方都在这个地方听呢、啊，啊，大家努力。啊，来拯救地球！啊，我们这一生到这个地方，到这个这一次到地球上来，没有白来呀、啊，干了一桩大好事。
金刚经曰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啊，现即曰：“现前我们这个经典里头的句子说，了知佛土，亦如影像，如是智慧，是为甚深。”跟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就彻底放下了，啊，不再去搞竞争了，不再去搞对立了，不再起心动念损人利己了，啊，宁可。损己利人，不能损人利己。啊，损己利人是菩萨了，表示你真放下了。啊，损人利己，你还是在造轮回业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所以把念头换过来，啊，把毛病改过来，啊，如是正是深了佛土一空，啊，这他们清楚明了啊，但任恒发弘誓心，弘誓弘身誓愿也，啊，复从愿起心，啊，那么这些菩萨。知道万法皆空，了不可得，但是还是发愿，还是要建立极乐世界，还是要戒淫一切众生。啊，不是因为说是众生国土都不是真实的，他就不干了，不是的，他真干了。啊，所以这时候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啊，这种事情做得真的有意义、有价值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这个世界你要再找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情找不到，没有，全是假的。啊，世间人再大的成就都是一场空。不但发愿，而且真干，啊，复从愿起心，这就是真干。啊，故曰究竟菩萨道。啊，是究竟圆满的菩萨道路。啊，究竟下面讲的解释的至极，决定于最终之基础也。这个样的信念，这样的毅力，这样的决心，啊，菩萨道说，圆满自利利他而成佛国之菩萨大道，这个挂虎即六度，名为菩萨道啊。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。他们做的什么？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六波罗蜜十大愿的修行心门，普贤菩萨十愿，啊，极乐世界的居民。四徒三辈九品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发这种心。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是圆满的六波罗蜜，圆满的普贤十愿，
在西方极乐世界完全兑现了。这叫菩萨行。菩萨的事业。如是住正寺，这是讲从十方世界来到极乐世界，这些菩萨们志愿双倍，行结居优，故借具足功德之本。居足功德本，这一句话下面有解释，指一切功德之本源。功德的本源从哪来？从大智大愿，大节大行，就从这来的。他真干了，《圣曼经·宝窟曰》，这是解释什么叫功德。德者，德也。古时候，这两个字通用。就是你真正得到了，得到什么呢？修功所得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顺便给诸位提一提，真正修功所得的叫功德。普通拿钱出来做好事不是功德。拿钱出来做好事那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那我们就想到过去大摩祖师刚刚到中国来，遇到梁武帝。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，听说印度有个高僧到中国来了，非常欢迎。请他见面。见面的时候，他很得意。给大摩祖师说，他一生护持佛法所做的，为佛法建了480多座。道场，就寺庙以国家的力量做的。只要有人出家，他都欢喜，他护法，他供养10几万人呢，真是佛门第一大护法了。他向释迦，向这个大摩祖师请教，我这个功德大不大？他心里想，大摩祖师一定称赞他了。没想到，大摩祖师跟他说，并无功德。这一句话听到时候，他就生气了。把大摩祖师就驱逐出去了，送客，不谈了，送客。大摩祖师到少林寺去面壁去了。面壁9年。才等到一个回扣。不错，有一个传法传下去了。这就是功德跟福德是两桩事情。梁武帝所修的是福德。如果他问我的福德大不大，那就是很大很大。你晓得大福报，功德呢？功德没有，没有功德。功德是自己真正修。比如说你持戒，
持戒真有功夫就得定，那个定是功德。啊，修定有功就开悟了，开悟是修定的功德。这个与你拿钱做好事的时候，办什么好的事，这个慈善事业不相干呐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很多人功德跟福德分不清楚。啊，但是功德里头一定有福德，福德里头没有功德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的。啊，真正持戒，你不能修地、学《弟子规》、学《感应篇》、学《十善业》，有功，你心地清净，啊，智慧增长，啊，帮助你破迷开悟，断疑生信，这是功德。啊，所以你不是真修，哪来的功德？而功德最怕的是发脾气。佛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，你看修了很多功德，功德是戒定慧啊，一发脾气全完了。啊，修了一辈子功德，临命终时发一顿脾气全报销了。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，人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要看到他，让他平平安安的走，啊，不要惹他生气，啊，不要去碰他，啊，他睡的床，床都不要碰他，啊，都要距离远一点，不要碰他，啊，为什么呢？碰他，怕他有痛苦，他就生怨恨心，啊，那他就麻烦了。临终的时候再一发脾气一不高兴就地狱去了。这个常识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临终要走得安详。啊，断气之后在佛经上讲8个小时以后再去动他。啊，给他换衣服，给他洗身体，再去动他。啊，8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动它，那最安全的是12个小时，是它的神识真正离开了。啊，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。啊，现在生病都在医院，医院到病危的时候急救，那真糟糕啊！急救的时候，那就像地狱一样啊，那人痛苦恨透了你啊。所以现在人不能死啊！你在病院死的时候，很可能都到地狱去了，那怎么得了？啊！所以这个事情，不学佛的人不知道，学佛的人清楚。啊，走的时候到哪里去走？最好是在佛门道场，就是大家好都懂得，知道照顾。啊，临走的时候，家亲眷属都要把他隔离。那为什么？他有亲情，他到时候忍不住大哭大闹，啊，会影响这个人往生。啊，他又动了感情，又舍不得了，好，这一生佛就白念了。啊。这些常识啊，家亲眷属平常都要常常讲，让大家都知道。啊，临终的时候才能够平平静静的。啊，不要生障碍，那真叫报恩。啊，亲情舍不得，又哭又闹说，那是害他，把他往恶道里送。全都做错了。
本者本源，本源者众生本具之佛性呐。啊，这是把本源说清楚了。啊，功德的本源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自信。圆觉经曰：“本源清净大圆净呐，为本源清净如大圆净啊，所以相宗称阿赖耶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。大圆净智迷了就是阿赖耶，觉悟了就是大圆净智啊，所以阿赖耶的本体。”确实是本源啊，只是迷而不觉啊，这是众生本具的佛性啊。圆觉书六书，这个圆觉六书序曰：是众生之本源，故曰心地。又本者，本即法性之离体，为法者根本穷极啊，故曰本极啊。这个说的也非常之好。啊，法性的离体，现在哲学上的名词叫本体。啊，哲学讲的本体就是宇宙一切法的根本。这个一切法从哪来的？总有个根呢，有个源头啊。啊，这个根本就名词就叫本体。但是对本体的说法很多，都不能叫人满意。啊，所以究竟什么是本体，现在还是个问号。啊，可是大乘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。啊，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。啊，为什么？能生万法。啊，一切万法皆虚空，啊，虚空法界一切法都是从它生，都是从它现，能生能现呐。啊，可是这个本源自己它什么都没有，在净土里面，它就叫常寂光。所以四土常寂光土就是本体，就是本源啊，它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它能生万法啊。为什么能生万法？什么时候生的万法？大乘经里头都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啊，可是真正听得懂的人不多啊。现在这个讲法被科学家证实了，好事情啊！啊，《华严经》。贤首国师有一篇论文叫《修华严二智傲智望经还原观》啊，这篇论文一共有六段，前面三段就是讲宇宙的缘起啊，讨论哲学里头最重要的问题
啊，宇宙从哪来的？第一段就是讲本体，自性清净圆明体，啊，宇宙万法的本体啊，它能现能生，所以第二段呢，就说明整个宇宙出现了，我自己出现了，我从哪里来的？我跟宇宙是同时切佛出生的，没有先后，同时出生。啊，人不是猴子变出来的。猴子变出来的，现在猴子为什么他们也变成人？不是的，啊，这个道理很深，啊，可是华严观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，啊，是一念不绝。为什么他能生出来？因为自性里头本自具足。一切万法本自具足，它没有欠缺。啊，不生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电视屏幕啊，频道关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啊，这一打开的时候，频道里的形象都出现了，同时出现，没有说一个有先，一个有后，没有，同时出现，叫一时顿现。啊，都在一念间，这个一念的时间很短。弥勒菩萨讲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年。啊，我们现在讲时间都用秒做单位，科学人秒做单位。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？啊，我一秒钟可以弹4次。我相信有比我弹得快的，啊！如果一秒钟弹5次，那就是1600兆，啊！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我们不知道啊！宇宙从这发生了，宇宙从这出现了。啊，这一出现的时候是10报土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动现象出来了，它还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但是很快，速度非常快，它就起了分别，起了分别就四圣法界出现了，啊，也很快啊，它就有了执着。有了执着，就六道就出来了。就整个宇宙的发生的时候，不到一秒钟，啊，宇宙就出现了。现代量子力学家才发现这个问题，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20-30年之后啊，佛教不是宗教了。佛教是这个世界高等哲学、高等科学啊，这个问题正是科学跟哲学几百年来追求的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啊。科学今天走到这种地步，就是佛法讲开悟的边缘。啊，因为他已经把阿赖耶找到了，这个太难得了。啊，阿赖耶就是一念迷才出现的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这现在科学家搞得很清楚。阿赖耶的业相，
科学的名词叫能量。啊，阿赖耶的转向，它叫信息；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它叫做物质。啊，所以能量、信息、物质，就是阿赖耶的业相、转向、境界相。啊，对佛法来讲是非常好的信息。啊，科学证明，大家都没话说了，就相信了。那佛经上所说的是假的吗？没有一个字是假的，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。啊，这么好的东西，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。啊，现在人把它看作迷信，不去学它。你说我们受的灾难多冤枉，多可惜。啊，所以希望真正搞明白、搞清楚的同学，认真努力把样子做出来，啊，让大家看清楚，特别是让这些科学家看清楚。啊，让科学从物理回归到心理，问题能解决了。为什么？物质，物质的基础是心念。那是心理的问题，啊，心理能够改变物理，物理不能改变心理，啊，这是更深一层的，啊，所以方向错了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